爱逛街购物吗？你是闲鱼达人吗？只要你估对价钱，就让你轻松把大奖抱回家。第一组登场的幸运观众是 Jason 玉婷，第二组登场的幸运观众是娜娜小杰，第三组登场的独家大明星大芭比还有张振雄，最后登场的独家大明星是 Only 有还有薛佩杰。现在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节目主持人杨凡重来。估价有智慧，大奖卖回家，欢迎收看消费咕咕乐啊 ，Good 啊！好，今天依然我们欢迎四组哦，前面两组都是我们的观众朋友，欢迎欢迎。好，接下来介绍我们的大巴还有郑雄，雄哥，雄哥，你好，你好，小师弟，这个是小师弟，对，小师弟，自我介绍一下来。大家好，我是好。我是张振雄，我是立法委员张振雄，这样吗？名字很像。对呀、啊，声音怎么还没有变声是吧？对，还没啊，还小，还几今年几岁？八岁，八岁，听说很会唱歌，很会唱歌。好，来介绍我们的金曲歌王，一起来欢迎。Only 哦，还有佩姐。大家好，兰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佩友完全有实力，是。对啊，歌唱的多好。阿金阿林哈，来咕咕乐哈，我有另外一个任务。往外小师妹、啊，今天不是你来上，不是打歌啊，不是、哦，所以今天我们都来带，就是你也跟谢欣叶一样爆料，你现在有个小孩，被发现了，没有啦，佩姐跟那个凡哥还有兰姐问个好，好不好？兰姐你好，凡哥你好，哎、哦，对。他就是哈，他眼睛没有看着我哈。佩姐，佩姐，你把眼睛打开。我去拍摄录影了。他就是在我们这个二姐将会的这个演唱会，唯一的这个特别来宾是你吗？对，就是你，小将会，有小将会之称。那一次我去高雄看了，上面有个小朋友就是你啊。对，哦，好会唱哦。好，我们待会就欣赏好听的歌曲，小朋友的歌声哦。是，好，先来估价好不好？好，好，来进行我们第一阶段资格赛，美味到你家。报价什么样的美味？不得了，今天是爱吃肉的人有福了。我就爱吃肉了，我也超爱吃肉，超爱吃。今天我们要介绍就是硬是要吃到饱，寿喜烧吃到饱的套餐。吃鸡鸭可以吃到饱，寿喜烧。好，我们要请到我们的 Eric， 好 ，Eric 是店长吗？是，好年轻哦，好年轻哦，而且他们店里面都型男哦，你不要看哦 ，Eric 这么帅，旁边切肉这一位阿亮也很帅耶，哇，感觉好像刚做完脸才过来的感觉，有还得了，切肉就这样子啊，感觉好像端盘子的不是每个个都像那个王力宏啦，对，就今天为了贵节目呢，我们特地派出本店。这个最招牌当家红牌，当家最红牌干嘛男公关啊？你们是 Friday 吗？所以店里面看只有他们两个最帅的，其他都像我们干冰的一样。哇，你们这个肉是现切的、啊？是，他们店里有一个很特别的牛肉，哦，牛肉，它是用黑啤酒先腌制好。啊，哎，哇，那不跟日本那个神户牛是一样？对，大家都知道啤酒呢，它有一个最重要的功能，它可以使你的肉质比较软化，软化，对对，而且它可以使你这个肉质呢，它有一个解油腻。的一个这个最大的功效是，所以说其实牛肉啊，其实你这样算出来，那个牛肉吃起来会有个淡淡的啤酒的香气。哦，今天我们呢会有在现场直接帮各位现切几个肉片出来。OK， 现场做。那你先锅底先做，对，锅底先做。好，那你现在是用猪牛油，牛油。对，其实，在寿喜烧来说，它有分成关东跟关西两种做法。是，那我们现在这个做法呢，是属于一个关西的做法哦，就是说它的关西如何？没有啊，其实就是说这个部分呢，我们会先。将那个牛油先在这个锅子里面先做一个上油的过程，让这个锅子的油充分的受热以后呢，我们再来把我们这个现场这个洋葱丝跟牛蒡丝放下去做一个拌炒，是，对，这样子它其实这个甜味呢是属于一个比较自然一点的甜味，但是呢，哎，我们现在看到哦，它要先拌炒，如果说是在大阪关西那一带的话。它的吃法是这样子，而且你这三块那个牛也要拿起来。对，这其实我们因为这三块已经用了快三年了，还不会特制的哈。哦，好香哦，香哦。那我们这时候就把这个洋葱跟牛蒡丝把它拌炒到表面呈现有点焦黄色的时候呢，是，对，这样子我们这个拌炒程序就完成。那我们一边拌炒的时候，我们先来介绍一些菜色好不好？是。好，我们除了这个牛肉，你刚刚牛肉，然后旁边是猪肉。蛋也是很重要，他们的蛋很特别哟，因为台湾很多朋友就算吃火锅，有没有他都不敢吃生的鸡蛋来沾，可是他们家的蛋有年月日哎，没错。那其实这种鸡蛋的话呢，它本身其实它是属于一个有机的一个饲养方式，是，所以它不会有腥味，
所以蘸的部分里面并不是放在锅子里面煮，它是来蘸蒜的，来沾肉吃。所以他们那个蛋呢，是完全可以，比如说生吃，大家可以很放心，因为他们的鸡都是吃素的。好，现在是加了这个，对，我们是寿喜烧汁，对，这个是寿喜烧酱油，是我们自己做一个调整的。那这时候我们把这个酱油倒进来，好，稍微的让它滚，因为其实寿喜烧本身里面会含一点清酒在里面。哦，对，那各位现在应该都有。那这前面是什么？这个是我们的麦茶。哦，麦茶。对，一般寿喜烧他们是加水进去，然后来中和它。他们家加的是麦茶。麦茶。哦。因为其实麦茶哈，它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功效，它有一个解油腻的功效。所以说，其实，在我们在吃寿喜烧，常常会吃到后面，你会觉得哦，好过于油腻。这个店长有一个好处，他们整家店目的就在解它的油腻。什么都要解油腻的一个模式来做一个。要不然，因为你想想看，吃那么多肉进到身体里面，你真的是想要赶快抓起一把青菜来吃吧。好，那我们直接就切肉了。哦，阿亮，要不然阿亮是晾在那边晾太久了哈。我们现在是设定的一片肉大概都是，其实大概都是差不多0.3公分，0.3公分，对对对对。阿亮，这时候的肉那个会不会太软，还是刚好？阿亮。他很专心啊！我跟你讲，他绝对不是叫阿亮，然后在背后叫他两三次，他都没有感觉。哇，你在节目当面，你还有秘密啊！不要找他，好了是吧？可以的，可以。哦，好，好，我们拿过来一下。这桌子已经放很满了。我们直接就放，我们直接下锅了。对，我们是直接来吃这个。那其实首先我们一刚开始，我们肉片呢放上在这个锅子里面呢，我们先将它这个铺平它。好，让它每个面受热能够均匀之后呢，不要让它一坨一坨下去。可以，其实可以慢慢来，不用急。谁很饿啊？谁跟你慢慢来？而且吃到饱有限时间呢，谁可以慢慢吃啊？如果我们没错啊，怎么样啊？可以再来一盘，剩的。我要吃。谁在跟你一片一片算？你以为我们吃呷哺呷哺啊？对啊，吃你的寿喜锅已经吃到饱，还有人在一片一片算？算到最后，那个老板说：“哎，时间到了。”对呀，都吃了90分钟嘛，是不是？OK， 好，我们这时候啊，你看到它肉片它经过加热，边边起皱褶的时候，我们做一个翻面的动作。哦，边边起皱褶。对，后面这个面其实已经没有任何血色了。是。好，那3到5秒钟的时间呢，我们再把它翻回来。您可以看到，这正反两个面都已经没有血色，这样子的肉片其实最好吃的时候。对对对。店长，你这一招我们清楚。谢谢凡哥，谢谢凡哥。不用客气，所以说其实我们会帮你吃来的。哎哦，不好意思。先调味，稍微的做一个胡椒的一个调味。哦，我们这时候那是什么？卷泡菜，泡菜、洋葱丝，以及我们生菜的叶子，这样卷起来。哦，这样子吃了吗？还是这样就可以吃？需要再包生菜吗？不用。喜欢的话，先吃它够了，因为里面已经有泡菜的菜了。哦，我换种别种的。哦，好，那我们来包个洋葱丝好不好？嗯，我不吃洋葱哎。那我们来包个生菜叶。我不吃青菜。那你把啊，我知道，还是你不要吃生肉啦，猪肉，你用牛肉包猪肉吃怎么样？没有啦，我吃，我知道你的意思，这是过好。对对对，那也可以单吃的，对，当然也可以单吃，没问题。太棒哎！因为你讲话讲太久了，我们一直想要吃你的肉，想好久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阿亮，帮我们切猪肉啦。好好吃哦。我跟欧丽有吃猪啊。OK， 其实下个月够了，我们不会给他们吃了。所以最后我们要介绍它的火锅料。没错，用刚刚我们比如说你吃到剩下的这一个寿喜烧锅呢，然后把它那个原汁原汤留住，然后放入鸡腿肉。它其实就是说利用最后的汤汁呢做一个收尾的一个收尾菜。对，因为我们这个汤汁它本身已经吸附很多的食材，它本身一个鲜甜，那就是利用它们呢做一个最后的类似像三杯鸡的一道料。三杯对，但是这边我们就是称它叫做麻油酱烧鸡。麻油，麻油，还有麻油，对对对，哦，所以通常大家吃寿喜烧的时候，不是吃牛，要不然就是吃猪，都没有想到会有鸡肉的出现。我跟你讲，最后我们一定要来烤一个马吉，因为现场有比如说不吃肉的朋友的话，烤马给他们吃马吉就好，肉我们留着。马吉包肉可以吃吗？没有人马吉包肉的啦，哪有那么爱吃肉的啦？马吉干嘛包肉啊？一定要吃到肉啊！对啊，你有看过棒棒糖包个肉吗？那其实我们店呢，最后的时候呢，会有上最后一道这个烤年糕的一道甜点。那我们这种年糕的话，它是属于日本的年糕。那这种对，好厉害哦。那这种年糕它其实本身的话呢比较 Q， 口感比较 Q， 它不粘牙，而且呢它创造出来的变化性也比较大。对，好，你好厉害，他在翻这种东西的速度很好哎。对啊，来阿亮翻一下，来阿亮，他只会切，阿亮会对，来开始。哦，阿亮好帅，不能输。
阿亮，你还是去切肉吧。阿亮，哇，破起来了！对，你切肉切成这么大一片，你都可以。哎呦，碰起来了！哇哇！哎呦，哎呦，哦，碰起来了，好的，好香，好香哦！哇，所以它碰起来的时候就是好，就是快。凡哥拿好。对，碰起来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好了。去哪里吃？好可爱哦，果然变成中心凌奶。好，一碰起来就好了，沾酱。我们首先呢，先沾一点这个链子上去，是，再花生粉，对，再来包一点花生粉，你要围，沾完炼乳，然后再沾花生粉，花生粉，然后接下来就送过来，对，扒开一点，对，接下来我们把这个年糕稍微做一个拉长，是，对，让你今天这个年糕呢吃起来的话呢，它比较不会因为今天口感呢，烤焦了一点没关系嘛，哈，没关系，没关系。你吃，哇，你看看漂亮！吃东西还有可以带好玩的，真是过瘾。那同时呢，他们家不是只有到这边就结束了，你还可以在上面再放上，比如说有红豆，对，或者是冰淇淋。对，这个是我们第二种，我现在等一下帮各位做的另外一种吃法。哦，嘿，这个是我们第一种，是。那我们先来做第二种包冰淇淋的一个口感。哦，哇，再塞东西进去。对，到时候我们再塞这个冰淇淋进去。哇。那这样要马上吃这个抹茶冰淇淋哦，对，抹茶冰淇淋，对，外面是热的，里面是冰的，对。哇，那是什么？这个是红豆，最后再加一点面。哦，哇，好可爱，好漂亮哦。哇，好，可以的，可以的，哇，真的很棒，来鼓励鼓励。感觉出店长真的是尽心尽力哈，他就一直在自己讲，自己就要一直做，一直做啊，那镜头就一直来，我就一直拍，这个又剪掉了。好，了解，谢谢，太棒了，阿亮，谢谢，真的好吃。不，最后我只问你，最后我问你，你真的叫什么名字？阿亮 ，OK。好，谢谢，谢谢，谢谢。就请大家来估价，我们这样一个，我们的寿喜烧硬是要吃到饱的套餐，晚间一个人份，两个小时吃。好，到底一份要值多少钱？好，六来五秒钟。哎，还有要加服务费10%吗？要要要。对，我还加停车费。管理费嘞。对呀、啊。好，一组的来，先生，你们什么关系？朋友。哦，没有。朋友。朋友。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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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系。小杰跟娜娜。299。299。好，大巴正雄。啊，399，499，好，499，好 ，Only 有399，399，好，我们这样一组，我们今天的硬是要吃到饱寿喜烧，寿喜烧套餐，好，一个人的套餐到底是不是要值多少钱？吃到饱了，第一组认为599，二组299，大巴499，金钟奖的金曲奖的歌王399，好，到底值多少钱？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399加有。上来上来，我们现在吃一下，吃东西，可以吃肉吗？你想吃肉吗？好，好，好，好吃就要大声说哦，哈，对，表情，来，这来，没有啊，吃大块一点，吃大块一点吧，好不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完觉得好吃呢，来，来，红利，这都要自己处理啊，对，嘿，红利。喂，什么？怎么样？口味是？我觉得，哈，真的是438嘛，哈，是438，嗯，就399加一加一成，物超所值，真的物超所值，喝价，喝价，好，恭喜两位来参加我们第一阶段的命中注定带回家。恭喜我们这个翁立友还有佩姐哈，好，佩姐真的了不起耶！姜蔚的演唱会当中里面，唯独的有三个特别来宾呢，是啊，其中他是最重要的一环，是，对不？听讲你个郑雄来对歌来对东西拢是合唱的嘛，对吧？拢合唱的，啊，你来对今日安尼，啊，你啊歌里面唱要唱什么？歌里面唱《高路的晚吗》。哎呦，《高路的晚吗》。哦，高路的晚吗。不好唱哎，那首歌。嗯。不，那个是对你来讲不好唱。来对来讲就简单嘞。好，阿健老师足敖弹的，《高路的晚吗》应该落来咱就唱了，你好不好？好，来，我唱个歌你。
抖音的。我会抖音呢。好好厉害，那你会不会估价？数字会不会？会不会？估价很简单，你看看哥哥，等一下你就知道怎么估了，好不好？好，好，五样估价我介绍给你。好，好来，来哦，我们赶快来看看今天准备的五样的估价哦。首先看到的是，让你24小时都可以喝到好茶的不锈钢电茶壶。哇！舒压按摩不求人的多功能按摩棒。哇！缩短火力调整的微电脑电磁炉。哇！马力大扭力强，让你营养不流失的调理机。哇！具有多段式热风吹出口，杀菌脱臭抗病毒的高科技大容量除湿机。哇！好，我们让呼叫来，我们先就位好不好？好，一起来，一起来。好，60秒，1000块以上，这个是不锈钢电茶壶。好，电茶壶到底要值多少钱？来，1000块以上，60秒，计时开始。1100，高电。1200，高电。1300，高电。1400，高电。1500，高电。1600，高电。1700，低电。1650，低电。1400，1600，低电。1630，低电。1620，低电。1610，依次去。12，低电。11，好，11。你若透早拄啊睏起来吼，向后来穿这节目，太油，就太油。人可能袂使清醒，袂使。你甲状腺可能会发烧。对呀，不简单，好不简单。我要佩姐，等一下跟你了耶。对呀，来佩姐，佩姐你知道啊。好，还有39秒，这个是。这个是最适合佩姐的高级麦克风。麦克风。拿着这个唱《孤女的愿望》，或者是哎，什么？不是麦克，不是麦克风哦，是按摩棒嘛？对呀。哎，好奇怪哦。对呀、啊，人家都说这个不是麦克风。好呐。对呀、啊，他看完以后说这个不是麦克风，你看你看得懂这个字吗？多功能按摩棒。对。才8岁耶。8岁耶。9岁。哦，4年级了耶。应该会的啦。会了，会了。嗯，好。那39秒，2000块以上哦，39秒来计时开始。2100，高电，高电，高电，2500，高电，2600，高电，3000，低电，2900，低电，2800，高电，2850，高电，2860，六十，好厉害啊！翁立友，你逊了。我想从他的眼神当中里面看出他有没有什么惊吓的恐惧，或是说那种。眼睛看不到，对，你从眼神看不到，没有眼神，眯眯眼，好可爱，可爱啊，真的可爱。对呀，啊，继续猜吗？对，继续猜啊。其实我在旁边帮他加油。对，嗯，又怕你浪费太多时间。刚刚哦，这个翁立友在猜的时候，没有感觉那种歌王的感觉，真的，感觉是一般老百姓。那歌王应该跟歌王搭不在一起，有数字概念。好，2000。啊，还有28秒，3000块以上。微电脑电磁炉，加油！好，我要让你更快哦。你今天你唱得好棒，今天哦。好，3000块以上来，28秒来，28秒计时开始。3500，3300多少？3350，3870，3873，3372，再低一点，71。棒啊！哇，怎么会这么厉害？他心脏快跳出来。对，哎，你放松，你放松，你脸放松，脸放松。脸放松，眼睛大一点。好，佩姐来，好厉害，好吧。歌王要不要来一下？歌王来一下，来一下，看一下。不是、啊，你歌王你不来一下，不能证明佩姐的厉害。完蛋了。好，19秒，这个是调理机。调理机。第一次看他这么傻。第一次看他屋里有唱。比唱歌较紧张诶。好，5000块以上，19秒来，19秒计时开始。5100，高电。5200，高电。5300，要求多少？高电。5400，高电。5400，高电。5800，低电。5700，高电。5750，高电。5760，高电。5770，高电。5780，高电。5790，高电。5795，高电。5798，九十。太好了！哇，终于有歌王的光芒了哈。没什么功能，只剩3秒钟啦，16秒，可以了。慢着，慢着，慢着。你这样佩杰压力很大。佩杰，佩杰，每3次，停止你的笑容，你这样很没有礼貌。佩杰刚大笑。谢谢谢谢。你们化妆很用功。一共只剩3秒。3秒钟。只剩3秒啦。3秒钟怎么猜？14000。
多少多少多少，好不好？如果你能三秒钟答对的话，我个人给你买100张的专辑。哦，加油加油加油！你猜对以后就不能再来了。三秒钟好像只有三秒钟好像只能猜大概两次而已哦。3、4次到5次。那我们就再好心一点，给他百位数嘛。百什么位数？百什么道啊你？还百位数呢？他好可爱，你看。对啊。对呀、啊，凡哥，你笑起来眼睛也像他哎。14,300多少？干嘛、啊？14,300多少哦？我这样眼睛是他比较大，我比较大。你还是比较大，你还是比较大。真的、啊。三秒钟来，三秒钟计时开始。14,338。第一遍。14,328。第一遍。时间到了，你看最后说什么数字？14,310，14,310几？应该是38、28，然后后来就14,318，18。OK， 好。他在讲的18时间刚好到，哎，那算吗？这样算吗？算，我被你揍啊！算。研究嘛，你讲那么快干嘛？什么研究？咱们研究嘛，这没有研究，我还口水呢，口还没有吞下去就算，算什么东西、啊？假电动抛啊！14,338，28，最后的18是28没有中，18你答的时候刚好时间到，曹兰姐说算，也就是说打开了以后是14,318，你可以得到五样勾价物，还有100张的专辑。佛心百折，你这一次你帮我一个忙就好了，好不好？就说你帮我一个忙，你把眼睛打开一点。打开一点。我说14,338，你要大声的说。18，嗯。18，你要面对镜头。14,318。所以没有中。没丢啊！你拄啊好，系啊，我拄啊好，放下心中的。好啊，我都想鬼啊！没样啦。好，我们现在只能送你这一样了哈。嗯。那你如果你我这样子啦，你如果两个再选一个，我还是给你买10张，我自己去买。哦。好不好？好。下次你来的时候，我就请你签名，好不好？10张，两个数字给他打。嗯。好，请问是14,317。还是14,327，是14,317还是27？答对的话，这样估价送给你，我买10张你的专辑，让你帮我签名。来，请说。27。14,327。好好，这样就送给你了。好，谢谢。好，谢谢。来进行我们第二阶段资格赛。How much？ 就是你。制服怎么样？抢答成功，估价正确，就可以参加等一下的赠奖游戏喽。有四样估价物，这四样估价物何者为？160元。你敢笑？今天全都是可爱便条纸系列。首先看到的是浓浓的披萨，现在让你肚子都会饿起来的披萨便条纸。哇！这纸的造型就好像真的苹果一般的红苹果便条纸。哇！那你每天都会有好心情的汉堡包便条纸。哇！好想咬一口的卡通甜点便条纸。哇！像这样的便条纸。好，四样都是便条纸。这四样当中里面何者为160元？都想进来，只怕老师过来5秒钟来扣路姐。抢答哦！时间到，请抢答。这一块是哪哪小姐？红苹果便条。红苹果。好。第二样。第二样，价值在160元呢，看看有没有。它看起来很贵的样子哎。好，其他三组有机会来抢答，三组请抢答。红内油。红内油，快点。哪一样？披萨便条纸。好，披萨的便条纸，价值在160元的，看看有没有。好，先拆了，先再见。
那现在是剩下杰森跟郑雄，还有郑雄大巴，对，好，两组请抢答。郑雄和杰森，杰森，卡通甜点便条纸，好，卡通甜点便条纸价值在160元的，看看有没有？耶耶，漂亮。好，我们把这个送给郑雄哦，杰森。我看到杰森喊郑雄啊。我们还没打，这样也算输吗？接下来你要打了。是，来，这个是汉堡包便条纸，猜，猜上下20块送给你，你猜多少钱？98块。98块。98块，也就78块到118块之间都是你的。对，九十八块的，看看98有没有。从我先算。好，这段我们恭喜一组的杰森来参加我们第二阶段的超级量饭店。好，在还没有我们整个出价以前，我们先来看看杰森。原来你穿成这样，你就是魔术师、啊。对，今天是魔术登场哦。哦，魔术登场。怪不得，要不然一般人应该不会穿成这样。对，应该没有人会穿着这样外出、啊。你是远距离的表演，还是可以近距离？都可以，都可以。对，那今天是带来近距离的表演。OK。哦。这里有一副扑克牌，我们请了。大家来帮我检查一下。好，嗯，这个凡哥最厉害，凡哥看一下了。好，红头黑头梅花，没问题。四个花色都有，都有。好，四个花色都有。我们现在把它盖起来，我们呢稍微做一个洗牌的动作。那有人觉得说我洗呢可能不太公平，对，兰姐帮我洗个牌。我爱怎么洗就怎么洗吗？爱怎么洗就怎么洗。这样洗是不是太简单？太难看。那就这样子洗。不要弄到天女散花哦。好，现在呢洗完牌了以后呢，我们把它摊开来。在上面呢，我们要请了兰姐来帮我做一个动作，是，请你帮我任意的选择一张牌，可以一张，随便一张哦，对，任意选择一张，这一张，我要拿出来吗？拿出来，然后呢？然后呢？你们看好，哦，记好它，我们来记它、哦，对，好，那你回头一下，那你回头，好，我们让镜头来告诉我，好 ，OK， 清楚了 ，OK， 好，来，都有看到了吗？可以，好，接下来这副牌呢，我们把它放到旁边，不要再去动到它。重点呢是这一个透明的牌夹，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透明的？哦，是，可以看得到，哦，是透明的。嗯，啊，来看一下后面，它是透明的，有透明的灰烬，是透明的。哦，可以看到了我的手指头。好，现在呢，这个透明的牌夹呢，要来做什么呢？我要透过它呢，做一个心电感应。请兰姐，可不可以帮我把牌放进来？插进去。对，插进来中间。好，放进来里头以后呢，我要透过心电感应来知道这张牌，这个牌夹会告诉我你的牌是什么牌。哦，当我呢一经过触摸之后呢，它已经告诉我了你的牌呢就是红心六，对不对？我怎么觉得呢？真假的？真的不是啊。不对，真的不是啊。真的不是吗？不是啊，刚刚大家都看到了。反正你刚刚有看，我刚刚看得很清楚，很清楚。真的，不好意思，那可能有出错。我可以看一下牌吗？可以啊。马哥，可不可以告诉大家这是什么数字？红心六。啊？什么啦？你神经病啊！我们刚刚大家都看到，什么？我们刚明明看到是红心五哎。哇，自己多加一个一耶，太神了吧！红心六。我头皮发麻哎。你说刚刚看到不是这一张啊？我刚看不是这张，我看到的时候一直放在这边吧，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对呀、啊。哦，所以多了一颗星是不是？对。糟糕了。哇，而且那颗星本来在中间，你把它移到旁边来。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刚刚看到的不是这一张牌，那呢？现在我们要透过镜头，哦，镜头可以近一点来看哦。对。我们要在现场的观众朋友面前呢，直接把牌呢转换掉，转换成您刚刚选的那张牌。哦，数到三，轻轻的摇晃它，轻轻的摇晃它。有没有感觉到它在改变？啊？什么？什么？感觉到它在改变？目前啊？什么啦？哇！掌声鼓励！什么？他把六摇成五了。把牌拿出来。哎呦！这张是不是您刚刚选的？我不敢拿它了。我最后一个，我手心冒汗，只想请求你一件事情。OK， 你能收我为徒吗？好，来，进行，我们有三样估价物介绍给你，来。来哦，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超级量饭店准备的三样估价物，就是香辣有劲的辣味什锦豆，一共有8大包。哇！可以增添15风味的综合调味酱，一共有24瓶。哇！口感绵密又有健
有12盒。哇！这样的估价物。好，请过来这边两位，估价就正确，就把它带回家。哎，好。第一样估价物就是辣味石锦豆，一共有8大包。好，到底要值多少钱呢？有1192。1272，魔术师应该可以知道价钱。1272。啊？1272。没有提示。你不是魔术师，有没有提示？当然没有提示的啊。1272。我赶快变一下。OK。不是魔术师，我们就可以掌控了啊。一二七二有没有？当然没有。没有没有。哎呀！那你刚刚的表演很精彩。我们打开送他2颗，好不好？啊，不是，好送你1包，对。好，谢谢，谢谢，谢谢。哦，有没有？除非我们要看到Jason出手，要不然我们不会让他答对的。好，这个是综合调味酱，一共有24瓶。好，到底要值多少钱呢？有2040、2160、2280。三个价钱，请估价。你觉得应该几瓶啊？24瓶。2040。魔术师终于出手了哦，这样子没中，这样没中很尴尬，要变成不是。本来它的价钱就是最高的2280元，他选了2040来看看有没有。有，反正你好厉害，你把它变成2040哦，太厉害了。而且我直接就变，我没有那么多的废话，就变完。我变什么？你打开就2040。然后搬回来，带回家，搬走。24瓶全都带回家。哇，原来那个玉婷的功能就是搬东西。对啊。好，继续。来哦，水果蛋糕一共有12盒。好，到底要值多少钱呢？有3360、3420、3480、3540。来，玉婷。来，该玉婷了。我猜啊，我猜就来一个中间的价格吧。3540。3540。中间的价格3540。所以不是每个魔术师都很厉害的，所以你要知道，他只是在变魔术厉害哦。真实的、现实的时代里面，他并未必能厉害。那可不可以改一下？啊？可以改啊，你想改就改。那就好，中间3480。3480，3480，本来是选3540，现在选3480。好，那看看3480有没有？有，拿过来啊！终于误导人家了，因为你都在误导我们。好，送你1盒做纪念，谢谢。谢谢。好了，谢谢我们第3阶段资格赛，前后俱佳，硬邦邦。好，我们今天要介绍什么样的期货硬邦邦？今天要介绍的东西呢，我觉得是我个人非常想要的一样产品。哦，真的吗？我很会打呼，因为我鼻子本来就有问题，所以呢，当初没有做好。当初鼻子没做好，当初只有割坏了双眼皮。真的。好啦，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打呼的克星专用的这一个枕头。对，一般会打呼，我们常讲说翻身嘛，就是要移动你的脖子，是移动你的头。那其实这个跟我们的呼吸管道是有关系的。听说今天这个枕头是跟你真的有直接这个睡眠有一个很良好的关系，就是枕头是很重要的一环。现在介绍我们的刘经理，欢迎。凡哥好，兰姐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兰姐不用太难过，全台湾有超过500万人会打呼。哦，500万，这个不是没错。哎，我都很丢脸，我都不敢跟别人一起出去睡觉。哎，你不说我真的不知道，我没跟那么多人睡过。500万人。不知道别人也是呼成这样。那我今天就要来推荐给所有的观众朋友，这可能是你这一生中看过最好的枕头，睡起来最舒服的枕头，而且它还能够让你减少这个所谓打呼的频率跟声音。哦，对，现在就是实际社会也蛮进步，是很多的人这个所谓的一般家庭大概都可以花个5万块、8万块去买一个好床。对，可是问题来了，好床你要搭配好的枕头，如果没有的话，你一样会睡不好，而且甚至于严重到影响你的健康。我先用一个简单的实验，我可能要冒犯一下两位这个哦，不用客气，千万不要。观众朋友可以跟着，不要冒犯，没有那么严重，你不用担心我们。观众朋友跟着一起做。请凡哥抬头20秒就好，请兰姐低头20秒就好。这样。对。哎，那能不能请他抬头，我低头 ？OK， 好，因为我低头比较好看。OK， 好。双下巴，双下巴。重点是，只要20秒，观众朋友跟着一起做。嗯哼。你抬头。好，大概20秒，你觉得舒不舒服？不舒服。不舒服，对不对？其实我们人的颈椎啊，里面有血管，有脊椎，有气管，有神经。
刚才大家这样子20秒，你已经觉得不舒服了。不舒服。那如果整个晚上人睡觉起码要7-8个钟头吧？对。你就这样子压迫你的，我们刚才讲到的血管、神经、气管，怎么可能会睡得好？哦。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模特儿躺在上头，其实我能不能从这边哈给大家看一个很简单的东西？请。我们最好的枕头一定要让你的颈椎，让你的气管。你要从哪一边？对不起，你要从。喂，喊他宝宝会生气。一定要能够维持水平，水平才能够让你睡得好。所以它这样并不水平。可是水平我们就不要枕枕头嘛。我这样讲哈，人一定有体重，是。那地球有地心引力，是。它地心引力把你的体重往下压。嗯。你像现在这位美丽的模特儿，其实她现在她不在睡觉，她其实在做铁板桥，她在跟自己的这个体重跟地心引力抵抗。为什么？你看哦，你睡了枕头了，我刚才讲到了，里面脖子里面其实有相当多的血管神经。但是你看，1000块钱，我可以把它轻松的。下面是空的，这就好像刚刚刘经理说，我们抬头20秒或低头20秒的那个意思一样嘛，对不对？因为如果我们一直低头，就表示你的枕头可能太高了。相对医学一直告诉我们，就是睡觉的时候尽量仰着睡，如果侧睡的话，很容易压迫你的神经。那最好的就是能够让你对。请问我们现在讲的那个枕头到底出来了没？来给大家看，这个东西不得了，因为我刚才真的不得了，还在研发当中，可以说是已经出来了，真的超级巨星哈，因为我刚。跟大家讲，这可能是你这一生睡过最好的枕头。哦，那我直接帮你换一下，对不起，要麻烦你换一下。来，哇哦，根本我想镜头，我们从这边来看好吗？这个曲线多漂亮！你看，它完全是服服帖帖的。我们现在1000块也没有办法插过去，绝对不可能啊！现在1000块钱已经没有缝隙可以插了。但是这代表什么？这代表就是你所有的体重，包括你的什么血管啦、脊椎啦、神经，都得到一个最完整的支撑哦。不管你是什么体型，你是什么体重，通通都能用。刘经理，不好意思，因为我习惯侧睡啊，我这样子睡我睡不着。你侧睡，我们侧睡这个，我请这个翁先生看一下。其实我们的枕头特别设计的，这是最新一代的升级版，它有一个枕托。这个叫肩坡，是你连侧睡哦都一样是服服帖帖，整个曲线。麻烦，让你的脊椎永远维持在。品婷，你侧睡一下可以吗？很漂亮，真的，你看那个曲线都很漂亮，怎么睡都舒服啊。你告诉我们这个材质什么？我这样子跟大家讲，大家都有听过所谓记忆枕、细胶枕。对，是细胶这个东西，它最早其实是用在太空梭上。Oh. 我们都知道太空船呢要穿过这个大气层，要往太空去的时候，其实它有非常大的摩擦系数，是，所以它在太空舱里面必须要做这个防震装饰。那当时这个气胶是航太科技，大概我们可以很简单的清楚一下，反正这个就是一个很科技的东西。对，可是有的时候气胶它也许没有穿洞的话，它会不容易透气。对，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它这个枕头上面好多的洞口。没错，我们先谢谢体验模特，先下来一下，让实验。好，我们要测验给大家看一下。哎，这个东西。零食，大家应该都很熟，我从还没有够脆，哎，一捏就碎了。我手上这个砝码是5公斤，5公斤重，要压在这个小孩子脆皮书上，肯定脆了，一定碎啊，粉碎粉碎，是。好，那我先放了，然后呢？应该粉碎了，应该碎啦。哇哦，我可以拿起来吗？可以。所以这个东西，那也许有观众朋友说，你刚刚拿这一根是魔术师给你的假道具，我一样把它换过来。这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你家里老旧的枕头留下来，同样的5公斤重的方法没有换过，我一样高度。他应该也没睡。我想听到噗一声的吧。粉碎粉碎。粉碎粉碎。好感伤。哇，睡成这样啦。对，那当然，我们不是说叫你买回去这种枕头去对，不要乱玩，动碎离书。主要就是说你看到了，只有这样子的真材实料，能够照顾到你所谓的血管、神经、脊椎。不要说最好的枕头，老公买回来就叫老婆压我，压我没关系。谢谢刘经理，谢谢，谢谢你了。好，这是我们请大来估价来朝量，怎么估呢？一组是两个，对，但是我们今天是估一个枕头的价钱。好，这样一个枕头，我们的记忆枕头，对，记忆枕头，打呼克星记忆枕。好，到底性价值多少钱？来，5秒钟，请考虑一下。来，枕头加枕头套吗？对，对，它的枕头套其实就包括在外面，全部在一起。哦，好，时间到，来，2600，2600，一个。娜娜，1350，麻烦把答案秀出来。啊，1350，顺雄大巴，1200，好，1200元。好，金杰，1500。好，1500元，1500元，大家价钱都很接近，很接近。好，正一个，我们的打呼克星记忆枕，到底市面价值多少钱？一个值多少钱呢？一组认为2600，二组1350，熊大巴1200，翁立友跟佩杰1500，来看看谁最靠近，来，1、2、3，1200元。
我们第三阶段的好运弹珠台，在还没有好运弹珠台之前，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圣熊。哎，熊狗，熊狗，熊狗今年是八岁啊，还是九岁？八岁。八岁。你有参加过很多歌唱比赛吗？有，民视的同盟会的冠军赛的第二名，对不对？以你的条件，永远我们在看我们的眼光里面，你都是第一名的。哎呀，他不客气。哎，在他们的心里面写着，他最得意的事情是什么？就拿过三次第一名。哦，好厉害哦！对呀、啊，今天里面这个专辑当中里面，你跟佩姐有歌唱嘛？对不对？要不要唱？好，好，那我们请佩姐出来一下。我们有一起过来好了，我们听你脚帮我唱歌。要不然他那首歌是快节奏的歌，我们来伴舞啦。哦，伴舞，伴舞。对呀，这感觉好像是。我们两个生出来的 ，A 全喵什么鬼？还是你们两个的？我们还是你阿公阿妈，是个好命哦。好，好，这个新歌叫什么名字呢？《假金弄破袜》。《假金弄破袜》是一个轻快的歌曲。对对。好，那我们来听一下，好不好？好，来呀。现场我们看到的有养生面条礼盒、高级炒锅自动吸地机、杨记至尊版麻将、5000元购物礼券、手工酱油礼盒、手工肥皂礼盒、手提音响，还有影音光碟机以及高级时尚项链组之外，我们今天的最大奖，请开门。我们赶快来看看这一款风靡日本上班族的超人气环保脚踏车。它是一款以环保绿活为诉求的脚踏车，它车体上的涂装有别于传统的烤漆，它不需添加溶剂，使用无毒素材，而且不伤害环境，它可以回收。特性上面呢，光泽比较高，厚度比较厚，硬度也很高，它不容易产生色差等等的优点。除了好骑、好看之外，还兼具了时尚环保的功能。这两台总共价值是35400元，麻烦你带回家。对，没办法了，因为我们超过160公分，后面没那么高，那我们就让大巴好了。好，我刚刚好。好，那郑雄在这一边，好不好？给他加油，来。郑雄跟着杨凡哥哥。好。郑雄，你想要得到今天的那个大奖脚踏车吗 ？OK， 那我要看大巴你厉不厉害咯。好，我们来，我们有口号的。好运弹珠台，大奖来不来 ？OK， Go。来哟。来啦喽。首先第一个。好，自动的。你如果这样子的话，你就要放这一边。对对对，我接下来好了。哦，接下来如果呢，三个全都是掉到自动吸地机中的话，就可以得到今天的超值大奖了。对，来哟！好运弹珠台，大奖来不来？啊！有机会了！啊！要隔壁高级炒锅，他自己看不到。哦。好，那我们现在这样子了。怎么办？那怎么办？怎么办？我们现在你只要掉这两个其中一个。能够掉到这两个其中一个，这里就我们送你哪一个？两个在一起的，我们送你这个附加物。好，好，好，剩最后一个嘛。最后一个，对。好运弹珠台，大奖来不来？快吧！好运弹珠台，哎呀，不要了！太难了啦！啊，郑雄，你哭了？没有，没有了。哭了，你在哭？没有。郑雄开心呐、啊，刚刚跟佩姐唱的歌曲就很开心了哦。这个礼物比什么还要大，对不对？嗯。好，回家就可以看看录影，看看你唱歌唱的好不好，唱的很棒，好不好？对呀，厉害哦。好，这个我们谢谢两位，有没有送安慰奖？来，我们送给他的就是超级省电的电弧刀，看看你的谁要先用，来，你长大再。
用哈、啊。等你先用是吧？那我等你先刮完。好，谢谢两位，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謝謝好，今天三组当中，里面有一组没有上台，我们二组的娜娜跟小杰没上台哦。啊，依然我们送安慰奖嘞。是的，我们送给他舞蹈。没错啦。手工牛轧糖礼盒在。谢谢。我们谢谢大发，还有谢谢翁立友，还有郑雄跟佩姐。也别忘了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每天晚上6点到7点准时收看。假定弄不好，对。消费姑姑的啊，姑姑。别忘了订阅我们 YouTube 频道，并按下铃铛收看我们的影片。想要看更多精彩内容吗？可以点选旁边的影片哦。